咱们说咱们同学不是搞这个耗功实验的吗？我听方才来的时候罗老师跟我讲说有个别同学已经耗到7个钟头了。我说那你们的情况倒不一定耗这么长时间，耗得要标准一点。所以标准什么呢？一个字就不动弹，坚持不动弹，最好连往下落都不落，一觉得落刚一觉得落赶紧起来，别待一会儿就耗着，一难受了冲个胃吧。好了，这不是定式，那就不是定式了。定式一个字是不动的，只能动哪儿呢？只能动尖儿，这一点能动的，尖儿能动的，这一点只能动在这个地方上。分指扎挠是可以，连这个都不动，就这么光动这个，你这样耗，这样耗工时间一长的话呢，他得看。原来我讲。也能耗到他得觉得轻了不沉了，也不难受，轻一动就动弹了。我说一千有不了几个，所以记者是现在咱们这儿罗老师因为咱们录上来没跟我细说咱们这耗功有没有不大清楚，说在教练员班呢，他们一班54个人，他们耗起来功能全部坚持46个，最长耗5个钟头，已经有一部分人能觉出来一动一年一接来耗了一天叫周能动弹。他们那跟我讲这庞老师说了一千又没几个，咱们这儿可比的时候比较大了，比的比的时候大多了。看来这个气场的作用啊，我讲这话目的告诉你是气场的作用。原来我们是练功的时候反正耗起来的人，我也在前些年我在以前给他们讲过，在80年代初期我讲过，跟几十个人讲过，没有一个人耗下来，单独耗都耗不下来，集体耗的话呢行了，这有气场，气场。我就讲这个意思，讲这话什么意思告诉同学们，这是灵通火元技，将随着我们气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但我还没要去什么，还没要去把他们那个耗功的情况，我还没要去全面检查，准备呢再搞成半个月大家谈谈体会啊，谈谈体会。因为据说嘛，他们讲说现在耗了功之后各种功能明显提高，耗功之后他们写个病，他第一次耗功我看了治病，第一次耗了3个钟头，第二天就好多病就好起来了，结果耗了他们就耗出瘾来了，现在耗出瘾来了，一耗就几个钟头，一耗几个钟头，这挺高兴，越耗越高兴了。对这个气场作用啊，咱们火元气往前进，气场强，每个人功夫强，但是灵通火元气威力越来越大。所以咱们这种气功呢，在前进当中，那前进当中啊，慢慢在展现力量。这就是第二节，人的火元气，它的发生时需要进一步完善，就要讲到这个地方。进一步发展，先讲了人的不同阶段的混元气，受精卵的混元气，胚胎混元气，胎儿混元气，婴幼儿混元气，成人混元气，这是他的咱们到了正常人这个样子了。从智能气功科学来讲，还是要再向前发展一步，到了灵通混元气啊，混元气再高一层。实际上是咱们讲混元气嘛，从这个层次上讲，将来讲意识也要这么讲，意识还要到了一元体再往上涨啊。也人现在的人类都需要再上一个量级，咱们气功啊，智能气功啊，宗旨就促进人类和人类文化向更高级阶段跃迁吗？你不上一个层次怎么行啊？现在不能到了人现在人这个层次上再高一个层次，这个问题。下面讲第三节啊，第三节人混元气的运动。不过我给你们咱们狮子班同学捎个信儿的，教练员班同学说呢，准备要跟咱们搞耗功比赛。
到时候咱们就是，咱们讲，咱们搞个好工比赛，到督促督促，那搞点这个增加大家的练功兴趣就是。我说好啊，我说好啊，我替你们进来站了，替你们进来站了。到时候你们觉得，我说好啊，我说来吧，到时候别到时候咱们别狮子班的同学别到一比一比，到时候到最后我们一个班的，咱们一百多人最好是别剩下剩下几个人就麻烦就是啊。 人的混元气它怎么进行运动，这一节课呢就是专门来讲人的混元气运动形式。咱们在前面讲混元论，混元论里边呢讲到混化运动，混化啊，混化理论曾经讲过混元气的运动。混元气的运动呢主要是就是开合出入聚散化这七种形式。 也就是说呢，整个混元气的运动，它总的规律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人的混元气，当然它也要遵循整个混元气的这些运动的特征。整个的混元运动形式，在人体混元气当中也都有，只不过人的混元气呢，我们讲要讲得更具体一点，结合着人的特性，它怎么样进行这些运动？ 所以说这个讲法呢，可以说是他在混元气运动的基础上来讲的，只不过讲的深了一点，细致一点，也是对混元气运动的一个复习。咱们有些课就是这么的，这儿讲后面再讲这么大，再讲讲这么大，再讲讲这么大，一点一点那么讲起来的。如果一下都讲了呀，这新东西。 就更不好接受，这么除一重，跟在农村的倒粪一样的。第一次倒粪那块儿大点啊，那么第二遍倒粪砸碎的更小的一点，越来越细。一次的倒的非常细致了，还不行，因为有些个那个农村倒那个粪的比较湿，一块砸细的不行，倒一块大点，晾一晾，干点再砸碎一点。前面咱们学呢，学的粗一点。 慢慢脑子有些体会灵活的，哎，粗点再展开点，好接受一些。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混元气的运动形式来讲，混元气的形式讲了两，那是讲的是开合出入聚散，这是一个运动形式，再就是混化。 讲混元气的开合聚散运动，人体混元气的开合聚散运动啊，就不是简单的了，因为人是个复杂的整体，因此这开合聚散的运动也是在两个层面进行的，一个是在人体外在的界面上，人和外界事物接触的这个界面，在这方面的运动。
这样的开合计算。第一个是呢，人体里边，因为人是多层次的整体嘛，在不同层次上，它那个小的整体里面，它那个界面上，在人体内在的界面上进行了开合计算运动。讲那么两个层次，先讲呢外在界面上的开合计算运动。外在界面的开合抽搐那个计算运动呢，主要是指的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啊，皮肤黏膜。这个皮肤当然我们整个人的皮肤了，黏膜呢就包括了口腔、呼吸道，细节来说气管、支气管、肺泡、上皮组织、食道、胃肠黏膜等等，这一些黏膜都算的是外在界面的。咱们从火焰整体论来讲，因为火焰气就包括了有形的物质的火焰气和无形层次火焰气，那么在人体界面进行的开合计算运动呢，也就包括着有形之物的火焰气随着开合计算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无形之气，无形的那火焰气开合计算运动。当然有形的我们处理比较简单，但也需要说一说有形的开合计算，就是靠咱们的形体开合计算，使得有形之物随着皮肤的开合计算而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毛孔，就是有这个汗腺、皮脂腺，它这一开就可以分泌出一些东西来，汗腺的汗液呀，一些个无机盐呐、还有一部分有机物啊，皮脂腺分泌的皮脂啊，这都分泌出来的。这随着开散啊出去了，它也还可以往里面收进去，皮肤也可以吸收有形之物。咱们对于皮肤吸收有形之物啊，一下不好理解，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说了。中药，有些中药叫皮肤用药啊，皮肤用药贴敷，通过皮肤也能进去，这有形之物进去的。这从皮肤上来讲，当然从肠黏膜来讲，咱们都是吸收的好多的营养，被消化了又变成了氨基酸呐、脂肪酸呐、糖啊，这个分子这都属于有形之物，就被吸收的啊。肠胃里排出的有形东西，这都属于有形之物的随着开合计算的变化。但是我们虽然讲的呢，关键不是这个，关键是咱们讲的是无形之，这无形的火焰气运动。无形的火焰气，因为咱们在讲第一章火源理论讲火焰气的时候曾经谈过，一个火焰体包括着实体物，实体物周围还有它的火焰气场，这个结合在一起叫做是火焰体。那么我们讲人的火焰气的时候呢，讲的人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形之体，有形的就是这个躯体，这是有形的火焰气。那么人体外面呢还有人的无形的火焰气，人体这个无形的火焰气它是靠着我们有形之体这个界面，皮肤这个界面，通过这个界面来放散出来的，通过穴位、毛孔、腠理，皮肤叫纹理，这气儿，这个毛孔就是小的这个窍啊，散出来的，一散到周围变成无形的火焰气了。这个无形的火焰气一个方面使人和大自然界可以进行气的混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呢外面的火焰气和人之间有了这么一个过渡，离着人体越近人的火焰气越多，一到皮肤界面发生直接变化，凝固的啊，凝聚的这样火焰气。
而这个浑元气的变化，关键是受到咱们这个界面的皮肤有形之体它的开合，而引起浑元气的出，有形无形之气的出入聚散。一般的来说，一般的来说，在这个咱们人体里边呢，这个运动受什么影响呢？它就受到呼吸影响的。再这个呢，人体里边新陈代谢能影响的，再就是神经能影响的。就说人体里边这个浑元气的开合出入聚散，要受到这么几个因素的影响：呼吸的影响、新陈代谢的影响、意识的影响。当然在别的物质里边代谢怎么做，那就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规律了。人是这么三个。一般来说，在人体皮肤在吸气的时候，皮肤往里面合，一合气进去，往里面去聚。呼气的时候，皮肤要开张，毛窍要开张，气要出来，往外发散。当然，在人体里边，一个大的穴位上，这个作用更大一点，更明显一点。一般来说，比较大的穴位，在不练功的人身上也在起着变化。有些部位穴位，像最大的穴位，头顶、天门、肚脐、命门、会阴，什么印堂啊、膻中啊、手心、脚心呢、一根手尖儿了、手给的尖儿了，这些位置上，这都是从气功来说比较大的穴位。当然，真正的从经络穴说那些个大的穴道里边，都在起着作用。我们讲的九宫十三门那里穴位，它都在起变化。但是这个气的出入啊，气的出入，这个皮肤气一出入，就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外面这个气。当你一呼气一开的时候，气要出来，那么外面这气也就多了，而且就往外 展出去了。打个比，原来是这么远，但一呼气这么远了，大了，而且气多了，一吸气往回缩变小了，在这外面这个无形的气也要跟着说变化，在动态。敏感的人能感觉到了，不敏感的人感觉不到。当你练功，慢慢是先感觉到呼气着往外出，你出气出去，一吸气不容易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呼气的时候出气是人的浑元气，人的浑元气呢可以比较粗糙，还内容比较多一点，不是粗糙，说的不对啊，不是粗糙，它这个结构比较复杂，那个气的颗粒比较大。往里面一吸的时候呢，外面的气，大自然界的浑元气，这颗粒比较小，相对来说比出来的东西要尽量要细微一点，所以一般来说，往外出是第一步先感觉到。说咱们练功的时候，有的人练功，哎呀，老师，我练跑气儿了，完了看了感觉血的窝窝冒气儿呢。其实呢，那是感觉到咱们这个气开和出入，通过开而出，有一开就必然有入。你只要不是用意念，我一开开出去喽，开出去了，不管它了，你加意念搞出去，但是加意念往回收也一样嘛。所以有的人练功的时候讲，哎呀，我跑劲儿了，越跑劲儿难受，一跑就感觉跑了好，本来气儿不是跑了，你出去还回来呢，一念一念跑了，好了，一念跑了，本来是没跑，加个意念跑了就跑了，加重这个过程了，是这么个问题。
不过这个开呀，这个开，咱们讲了一个呼吸有关系，再用跟这个气的压力有关系，气的压力有关系，身体里边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里边气比较多，它得容易往外开，出来把这个外边这个气场大，从里边多了，万一多就出来，出来以后这个气场就大了。普通的人气场可能那么多，这是生命力旺盛，这么远，再远，里边气压压力强，可以出去。所以说，咱们这气场一强，外边气场往里边进也好进呢。这就有的气场就好领会了，从外面压力强，有些人一到咱们，哎呦，觉得这边气舒服，有的觉得气就往里边钻，病好了。就咱们气场大气场强，也往里边压。当那个别人发气的时候。一发起一组长一发起一句也是压你这个样子，所以跟你压力有关系，里边压力强压出去，里边压力弱回来，外边压力强压进去，外边弱出去，这个压力也可以把它开，也可以你开合出入。再是用意念来引，用意念来引，当你的意念精神活动一往外一走，眼睛气往外走了，往里面来，眼睛往里面收了，这是意念的引。当然精神活动对气的影响还有情绪的影响，这情绪影响是自然活动，那么意念引是有意的控制，但是这个有意的控制现在人类还没掌握，还没认识，它虽然有这个作用，你这样一想外面它就出去了。这里说咱们讲啊，有时候去看参观，搞参观去，参观非常的精彩，去一天带点东西，或者去半天看这个看那个看这个看那个，就这么走一走，看参观不会像跑百米那么跑吧，谁参观到那跑百米去，没呀，就晃晃荡荡的看看这个看那个看，回来挺累，往往参观回来都累。咱们也想一般悠懒那不一样，悠懒的话呢，你不是老看，到一个展览馆挺长，早晨8:30进去，11点那么晃晃悠悠晃晃从这儿走走走，晃晃荡荡晃晃荡荡晃荡晃荡，回来之后其实挺累的慌。什么道理呢？因为意念都往外放了，意念放在外面，气儿往外跑多了，看这个一时间一看它，哦好了，气儿跑那儿去了，站在那儿去了，回不来了，跑过去多了，意念被引出去了。这就是日常生活，普通人他也有这个引着出引着进。再是情绪，一般的情绪的话呢，惊吓，受了惊吓发怒，这气都往外跑的，一般的是思虑恐惧是气往里边走的，可往里边走，那好，往里边走，咱们没事思念恐惧一下吧。思的话呢，如果你思念，你也正好的主动的思想里边可以。可有的人在过去有这种病，现在比较少了，说得相思病，单相思，单相思他那个气儿里边不动弹了，也成病了。他想啊，老这么思，想里边想，他气儿就倒是不往外跑了，他里边不会动了，消耗了又。把那个神定不住，因为神的东西，他那个神意识都定不下来，把它消耗了。恐惧的话呢，往里边他往里边收，但是呢，他往下降，他往下降，恐惧的气也往里边收，但往下降。所以恐惧的厉害，俗话说吓得那个屁滚飞流，一下一害怕。拉屎撒尿了，什么道理呢？气完一收，往下走了。所以但是呢，这是情绪，用情绪来用这个气是不行的。但是这个有意识的去作意，用意念叫作意，实际要做情，然后一个叫什么？咱五元庄就是有意的作意啊。练心的时候要喜啊，情绪啊，心肝脾肺的五脏的有不同的情绪啊，有意识的来动念的意念，
那不是真正的情绪，那样的乱了的情绪啊，所以那个没有关系。咱们五言庄呢，就是用情绪来调动气的啊。我们讲这个气的开合出入，有的自然过程，呼吸自然的，新陈代谢生命活动自然的，情绪是自然的，但是我们也掌握着规律之后，要用它好的，避免它坏的，更主要的是要我们能够掌握意识对这个气的开合出入。开合出入，我们讲开合讲的多，讲开合出入讲的多，讲聚散聚和散讲的比较少。其实呢，一开一合本身，开合出入本身就带着聚散，一开一出，那就气往外发散出去嘛，一合一入，气往里面聚起来嘛，所以聚散是带着来的。当然将来以后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进行这种聚散活动，因为在咱们人的自然生命活动当中，这个聚散活动它是伴随着整个生命活动进行变化的，它不是独立起来的，而且更还谈不上这个我们的有意识的让它来聚散。不过我们搞了这种功之后呢，慢慢的就要有意识的通过开合出入来进行聚散。这个开合出入要注意，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不是说一呼气就非开不行，一吸气就非合不行。你看这边几个因素嘛，呼吸是一个因素，气的压力一个因素，还有意识一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它配合起来起作用，配合起来起作用。所以当气很足的时候，里边气很足，你就你开一吸气，你看就往里边合吧，它照样气能往外出去，它气很足它也出来，因为开也不是绝对的开，一合也不是绝对的合，合死了出不去了，如果一合死了出不去，人就死了，你就没有出入就完了，多少还有。所以里边呢它是互相交错着的，从里边压力强往里边压好压，从外边往里边压有时候不好压啊，有时候不好压，有时候容易引起一个闭聚啊，它闭住了，一压反抗你一下，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是用气场外里边给加气的时候，你得做点引导，需要用意识来引导，光用气有的时候就不行啊，就不行，它可以起反应。对，所以咱们书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它是不是绝对的，它要几个方面互相联系起来。我讲课把这个问题给大家突出讲一讲，三个因素互相为用，呼吸代谢的能量压强意识，而且我们搞气功关键是要用意识来主导它，意识来主导它。这是外在层面的出入啊，下面讲身体内部的组织层面的开合出入运动。我们这个人体的外在界面，皮肤黏膜，是我们整个人体和外面的浑元气进行开合出入交换，一出一入进行交换。那么当我们人把外界浑元气吸入到人体里面来了，变成人体浑元气了，它怎么样变成各个组织器官的浑元气呢？怎么样被各个部分，尤其是被更细微的组织，被每个细胞，被它来利用呢？所以说在身体里边各个组织器官它都有和这个一个人体里边大的环境里边一个小范围的界面。一个内脏有它的外的包膜，一个组织外头有它的膜，一个细胞
外头有它的膜，这个膜就是一个小的局部，一个小的个体，它和这个整个这个人他们之间的一个界面。那么如果说一个人说大的这个界面有出有入，里边是小的细胞，如果我们讲是外面界面，外面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外面再画一下，外面还有个大地球，在这个地球，我们地球生物层里边，我们那个外面的界面呢，是人体和这个地球生物圈来进行的开合聚散的运动。所以这个人呢，在地球生物圈里边，它是个个体，是个局部。那么在人体里面呢，人是个整体，人体是个细胞，这一个细胞，它也是这个大的形体一部分，这个细胞的一个膜。它这又是跟这个人体的一个界面，在这个核元器的界面，它跟这个核元器它也要进行开合出入，开合出入聚散化，啊，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了。这个在细胞这个层次上来讲呢，它主要是靠的这个新陈代谢，它里边气的压强的变化，呼吸咱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意念也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层次，所以在细胞这个层次上，到目前为止，人和动物它基本上都是受到这个细胞自身的新陈代谢而化成的呼元气，它那个强度的变化，那个细胞膜一开一合，那个细胞膜的回旋器，应该是细胞回旋器一开一合，一出一入，关键是细胞的代谢。我们讲这个问题呢，就这么讲人就没用处了，实际的你要严格的认真的分析这个细胞代谢，也能受到人们的神经活动的影响。当人非常高兴的时候，兴高采烈的时候，可以使得身体里边很多的细胞的功能旺盛，当你忧愁的时候，整个的神经系统有了变化，而全身细胞也代谢也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呢，它是通过多方面的，就像咱们在讲这个人体呼元器，后面讲人体呼元器的时候还要讲这些问题啊，人体呼元器的形成，在第四节还要讲这个问题。它会有影响的，但是现在它危险比较小，更还没有做到我们人用意识直接控制它，因为还感觉不到里边去。所以对于这个人体内部各个组织细胞层次的开合聚散呢，因为有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人的开合聚散这个基础了，再讲它就比较简单了。对于他们具体怎么做，怎么进行开合聚散，这我们现在也还讲不非常细，因为人体呼元器它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还感觉不到它，只能讲有这么个气在进行活动。但是那个气它同样也是通过了有形之物，因为气里边有有形之物，主要是有形之物要变化，但怎么样呢，也还有气的变化在里边。因为一个细胞它里边有机物怎么进去啊，出它的出入啊，它的出入啊，这个有机物的这个一出一入，它就要进行呼元器的混化，
而这些东西呢，我也如果讲呢，那现在的生理化学来讲它，它可以或者咱们不过后面还要讲一些关于那个讲于这个它的混化问题，还要讲它啊，要讲一些。现在咱们这个界面只讲开合出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细胞膜这化验器一开一合，能把外面化验器能进去能出来，知道这个过程就行了啊，也就知道人体里边这个开合出入聚散的运动有两个层面也就够了。这就第一个题，人体化验器的开合出入聚散运动。第二个题呢，就是人化验器的混化运动。人化验器的混化运动，混化运动它同样也是在开合聚散出入的运动上，开合出入聚散的基础上进行的，它而且也是在两个层面进行的。我们现在的科学主要是看到了人体的物质变化，实践来讲呢，人体里边它有那么一种无形的混化。不过我们这儿讲呢，主要这儿还是讲有形的混化，因为无形的混化呢，在人体里边目前还不好讲，还不好讲。但是呢，应该大家知道，无形的混化是存在的，而且无形的混化可以完全来维持人的生命活动。可以不借助或者说很少借助这个有形之物的混化，比一个人活着生活着，咱们的人要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取营养吃东西，可是呢有的人就不吃饭他照样行。来咱们中心来两个同学了，二年级的同学已经知道一个同学啊，一年级的不知道啊，去年来两个同学在外面学习，一个是呢，这是20多年，快30年不吃饭，生了4个孩子。是咱们去年来的湖南学员刘英桃，他女儿原来是在那儿学习过啊，在咱们进修班学习过，也走了，生了四个孩子，没吃饭也行啊。就喝点水，全国都像他现在行了，咱们粮食就节约了，就是粮食就酒就这么多都出口，那中国也富起来了。但瘦一些啊，瘦一些。另外一个同学呢是3年多没吃饭，也就喝点水，来这儿练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求吃点饭。你好多现在练气功啊，说要辟谷，他们要跟着练功来吃饭。还有一个这个人我们也见着，我们去亲自看着，在石家庄地区，88年他们来跟我讲，一个女孩20岁，从生下来之后就没有吃过东西，照样干活，光干不吃啊，那就是呢光让马儿跑不给马儿草，不给吃草照样跑可以行。他能怎么搞的呢？他就不是靠的有形的，就咱们就是有机物，咱们氨基酸啊糖啊那个什么脂肪酸啊，他不是靠这个东西，他得更细微的。当然他也不是直接用混元器，直接原始混元器看来也不是，因为我还没进前面进研究，我觉得可能是什么呢，是用的空气里边氧碳氢氮啊，咱们就是再加一些个微量元素，碳氢氧氮磷呢，这基本元素，喝的水里边也这么点几点微量元素，这点东西
一点污积物，它直接合成去了，但是里边有混元气的作用，不然的话还好的还有好多的物质啊，是啊，什么钾钠、钾钠、磷啊、氯啊、铜啊、铁啊，你水里边这点水里边含量不够啊，这在里边也会合成一点啊，合成一些，它身体里面可以自然自己再吸收啊，得再吸收，身体给点代谢破了以后自己吸收了，又化回去了，自己合成起来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无形的混化。但是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科技里面有，你也不好讲它，所以我们讲的讲混化，高中还是讲有形的混化，有形物的混化，叫实体物带给这边混化。这里边呢，就是把这个184页当中第三个自然段是一行，他说这里着重介绍胃肠对有形的食物的混化，把这句话拉掉它。184页第三个自然段是一行，这里着重介绍胃肠对有形的食物的混化，这一句话拉掉。所以我们介绍混化呀，要想全面介绍它，也得从两个层面介绍，因为开合出入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那么混化是在开合出入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呢它也是在两个层面进行混化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外在界面进行的混化，这个混化主要是指的是，我们主要指的是食物在胃肠里边进行的混化，皮肤上那一点混化的有形之物太少了，所以我们这儿介绍主要介绍在肠胃里边进行混化。这个混化呀是对有形物的混化，是什么样的混化呢？我们吃进去的有形的食物，有形的食物要被人体吸收，首先在肠胃道里边需要进行混化一下，不混化吸收不了的。这个混化实际上是怎么讲呢？不是在胃肠道的那个外在界面，而是和外在界面和它外在附那个界面附近的形成那个气场，那个气场和界面它的运动对进去的食物混化，这样来混化的。这个混化过程呢是经过几个过程变起来的。第一就是吃进东西，肠胃道进行运动摩擦揉碎的，吃那个面界面要给你起作用，要起作用。更重要的是那个界面胃肠道的那个上皮分泌出来的消化液，消化液和食物来混合，消化液里边有好多的这个好多酶把那个物体要消化它，这个过程呢就是肠胃道分泌的这些东西和外在食物混。大家他帮老师这个消化过程你怎么叫混化呢？现在可以怎么叫消化，咱们从气功更深一层讲，叫人的混元气和外在食物混元气混一混，使它变成和人的混元气有同一性，是这么个过程。这个过程呢首先是把那个大的分子结构，淀粉、脂肪、蛋白质和咱们那个消化液一接触一混，把它分解开，蛋白质分解氨基酸，淀粉分解葡萄糖、果糖，脂肪分解成甘油、脂肪酸，把它分解开，
第一个分解怎么分解的呢？就通过消化酶，消化一些酶来起作用的。这些消化酒为什么叫混化呢？因为咱们这些消化酶、消化液、胃肠道的消化液，像这些东西，它都是人体里边的混元剂，人的混元无形的混元剂以凝聚变成的有形的物质，就变成有形的物质了。所以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它不混不行啊，不混不行。如果咱们这个吃进食物，你不这么混，不这么化，你通过别的手段到人体里边去，比如说把牛奶用肌肉注射给人，打个肌肉注射，还不要说打静脉，打静脉人把人打死，打肌肉注射，注射几毫升的牛奶，人家能发高烧。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打的肌肉里边去，肌肉里边没这么多消化液，没法跟它混化，不能跟很好的跟它混化，它就是自己特殊性，它自己特殊性，它自己的混元器和人的混元器就不能统一，不统一也就要反应。本来你这一个大的分子，大的咱们这个吃进去营养物啊，都是大分子的，这大分子这么大，人的身体里面呢，人身体里面也有分子，但这个分子里有了人体整体同一性了，怎么样把外面大分子化成小分子，然后由这个变，由它变成它来，在人体里面的，在人体里面的一个整体里面一个分子，比如说一个蛋白质的分子，蛋白质有很多氨基酸，它这个分子氨基酸一排列，和外面的氨基酸一个蛋白质的蛋白质分子，咱们这大分子它里面也有氨基酸，因为这个蛋白质是在另外的整体里面的，一个动物一个猪，这个蛋白质大分子是猪里面的，它有那个猪的整体特性，所以里面拉出来生命力没有了，但是它那个整体一部分，它和那个整体不一样，因此呢你需要把它的蛋白质通过我们的消化液把它分解开，一块的分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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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那个氨基酸小了，对吧，你咱们把原来把这个整体打开了，把这个小的基砖了，所以咱们盖房一样成为一块砖了。因为咱们这个礼堂，这个礼堂你要是把这个砖形成的，我把这个礼堂拿回去，我那盖个大楼，我把这个礼堂那个砖，我把这个礼堂拿回去当我的楼的一部分，行不行？那不行，拿不过去。可怎么办呢？我把这个礼堂拆了，一块砖一块砖的了，一个砖一个砖的了，一个单元了，把都修理好了，修理好了拿过来之后呢，你在那去垒去，它变成它的整体一部分了，有它的整体性了。所以这回怎么办呢？你首先需要把它打开，谁来打开它呢？用我们这个整体力量把它打开，力量叫混元器，混元器把它打开，一打开它以后呢，破坏它的整体性，然后这个局部有了它的内容，然后拿进来变成它的一部分，这样是这么个混化过程。所以这个混化就是分泌出来，分泌出东西来，把它整体性没有了，我们的混元器跟它结合了，这个过程叫做混化，就在肠胃道上的这个界面进行混化，就这个意思。当然这个混化里边不仅仅是我们消化液就来进行混化，还包括了肠胃在黏膜里边成个那个气场，把那时候也要进行混化。所以我们同学们在觉得这个界面混化呀，要觉得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任何一个事物它的一个组成单位，这是它基本单位，
基本单位给盖房不就叫个基砖，基本的砖叫基砖。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基砖，因为咱们有元素、电子、质子、中子是它的基砖，分子、化合物它的元素是它的基砖。这个细胞，这个细胞呢，蛋白质、氨基酸给它的基砖。一个整体生命，细胞给它的基砖，它基本单元叫给可以叫做基砖。现在科学名词里边有这个基砖这个名词，就是说最基础的单位。所以我们人体生命活动是靠着最基本单位细胞，细胞里边呢，它是要靠氨基酸，所以每个细胞需要的物质，它就要变成氨基酸。所以我们人体你要想变成人体需要的物质，把外面来的东西把它混化之后，人能用的基砖，这需要人各种来跟它混化去。这里在肠胃道这个层面上进行混化运动，所以举的这个，在内部组织层面进行混化。看来今天不能讲了，得下次再讲它了。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在这个肠胃道混化了之后，就吸收通过血走了，走了以后到组织里面去，怎么变成细胞这一层次去？那得是在细胞层面进行那个混化了。那个混化比较复杂一点，咱们下次再讲。